喂，行咁快边啫？去书展啊，我要搵菲比啊。咪订一出书展咯。写真唔咩喺书展卖啫，寻日宣传电子书写真啊嘛。咁薄，早两日先话心情差，又俾猫搲伤，又流血，仲流到入院，又崩溃又剩嗰啲乜嘢。菲比啊，你点啊？琴晚就出咗院噶啦，情绪冇崩溃嘅，不过唔开心咪真系有咯。如果大家真觉得写真集系唔适合喺书展里边卖嘅，咁我唔介意做头一位带头走咯。跟啲人又话自己。几个写集又唔知好激又好健康，但系又全裸又唔知咩咁样，真系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明白嘅。咦？即系边个啊？唔系讲紧串你哋影衰同行嘅 Mia 啩？妈咪啊，大婶嗰啲又就出嚟出晒真，起码我哋都系收翻个少女啫，系嘛？诶、欸，呢位得五尺争三寸嘅系 ，Baby 师妹 Cassie 咯，自动喺书展接埋嗰个咯。诶、欸，原来佢仲未闹完 Mia 噶，佢又喺度装神弄鬼啦，送呢四个字俾佢咯。佢如果宣传写真唔好，谂啲咁无聊嘅噱头咯。咁我下次可能装翻住香俾佢先。我都系悭翻唔买写真啊，佢哋呢坛嘢仲好睇啊！